谢谢。今天是第二季《欢乐喜剧人》总决赛，没错。此时此刻，心情十分的忐忑，是啊，十分的紧张，是吗？没关系，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回馈给您，没错了。喜剧人的舞台上，每一位喜剧人都很棒，没错，都是我们的老师。嗯，就比如说刚才的潘长江老师，对，杨树林老师，杨老师，文松老师，对，开心麻花，王宁、艾伦，没错，还有一个是大潘儿。哎，差点给忘了。你笑什么玩意儿呢你？佳佳呢？应该是向人家学习。没错。他们今天的成绩分别是第二名，哎，第三名，对，第四名。我还没说完。你别说了，行了。你这意思你第一呗。说的心缝来了。没有没有没有，这位老师说相声年头也长了。也不短，你看，说相声说成这样，买衣服，买衣服怎么了？咱们去买衣服，一般都是服务员，这件衣服我想试试，都这样啊。人家不是，怎么了？服务员，我先跟你说好啊，啊，我不是个结巴啊，慢慢说说，这件衣服帮我拿一件，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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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不错。我说五叉 L 不就完了吗？跟您开玩笑。哎，行。相声演员三句哈哈两句笑。对，要说我们相声演员最应该学习的。就是基本功，基本功扎实。孙越就不用学习基本功，为什么捧哏的？您别胡说八道，基本功都得会。不用研究？谁不用研究啊？用研究吗？你说什么基本功啊？没有我们逗哏的强，没有我们逗哏的棒。你甭你们逗哏，贯口我就比你强。你还会贯口？当然了，我给您背一个。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鱼、水煮肉，一盆米饭我够了。怎么样？你这不怎么样。我这不怎么样啊？你这叫忘词儿，知道吗？有比我强的，上来一个。这年头流行马人，知道吗？马人还得。哎，你跟我同班同学。啊，你同班的？对。那我在这展示一下，嗯，啊，相声演员的基本功。好。什么呀？您拿兵器来说吧，嗯，有单刀、坡刀、鬼头刀、长柄短刃刀、青龙偃月刀、崩铜护伞刀、三尖两刃刀、子午鸳鸯刀、金川噬火刀、曲刃突背刀、鱼鳞紫金刀、腰刀、吊刀、驴耳刀、曲刀、戟刀、眉尖刀、玉林大刀、行星刀、黑漆大刀、山头刀、牙柄腰刀、鳝鱼头刀、鸡连环柄刀、狮子环长刀、龙环宝刀、龙雀大环刀。怎么样？这不算能耐，我告诉你，这你捧哏的都没有。谁说的？那后台出来一个，来来来。这是我们的石老师，这是我原来的搭档史爱东。咱们这乐器只要一响，是来段绕口令，马上给他们 PK 一下去。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提拉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说提拉塔嘛的喇嘛要拿这个塔嘛换那哑巴腰里别着的那个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那提拉塔嘛喇嘛手里这个塔嘛，也不知提拉塔嘛喇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那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拉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去炖塔嘛，哑巴回家滴滴答答的吹喇叭。嘿，哎，不比你这强。他们光拿嘴管不灵，他这个不行啊，这不行，不行，哎，不行，就这还不服呢，知道吗？不服怎么着？就这还不服，这根本就不行。不服你过来跟我说，哎，你不这干啥去吧你？啊，我想撞你一下，我怕我来这套，我怕撞死我。哎呀，要说相声最应该的，那就是唱得好。哎，这是这个得唱，我唱得好吧？哎，你唱的还行啊，还行还行。逗哏队有人比我唱得好，是吗？比我强一万倍。哎呦，这人得多好啊！来一个，怎么样，兄弟？啊，这头型显个儿高是不是？哎，没听说。怎么着？唱个什么？唱个什么呀？啊，我喜欢听这些个京剧，国粹，国粹。哎，要说我最喜欢的，要说是梅派青衣。《白蛇传》，我们听听。当当啷当里杆儿，还有弦儿。当当里杆儿当杆儿当当里杆儿当当里杆儿当杆儿里杆儿当。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
修此身。这都什么弦儿？好，有有。行，你唱个白蛇传，你那么骚干什么？骚什么呀？不是你，我这太骚了啊！我觉得我都够骚的了，比我还骚。您是贱，知道吗？不一样，啊。清晨，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可以可以，这台上闹妖精了，玩意儿。哎呦，我就。总决赛了，我搜一搜怎么行？你们不行，太恶心！我告诉你，你们这都不行，知道吗？正经说相声，唱什么呀？唱什么呀？太平歌词。你们队有吗？有啊，来来来，京剧神童陶阳，给他来一段。来来来来，来一大段，还大段。哎，卖力气啊，大段啊，听这鼻音啊。啊，听鼻音啊。那赵钱孙李周郑王，怎么样？哎哎，鼻音，哎，这不行，这不行，哎、你就来不了这鼻音，知道吗？能来得了？你别，我听听。咱这个多棒啊！叫你上丢人，不是丢人，我这不比他那强吗？我怎么不容易这强啊？你不是唱旦角吗？啊，对对啊！来来，我磕了，你过来，磕了你。我跟你说，这也不行哦。说学逗唱，你还得会说，说。哎，各地方人说话，哦、外国话，各种说话语言艺术吗？你等会儿，说相声有几个会外国话呀？你我给你叫一个，我在这还会外国话的，会说话的。这个相声演员专门研究语言啊，是啊。不光我们国内的话，出国到外国那个外语也得掌握，也都懂。想学吗？想学呀。教你点有用的。好。那天早上起来6点多，到我们家楼下有一个早点铺，坐着几个日本人，日本人吃油条，油条他没见过，他不知道是劈开吃啊，是直接咬啊，还吃之前先拜拜，他不知道，他拜拜，谁拜油条啊？我赶紧过去了，冲他们一点头，哦嗨哟，各在一马斯，哈吉梅马西德，都走，一路辛苦，我那个西马斯，你那一问那练谈的啥？谈的啥？我那练那一个分油条。日本人一听，哟西，这我怎么没听懂啊？什么意思呢？你看，见着非常热情，先打招呼啊，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上好，嗯，はじめまして，初次见面，嗯，どうぞよろしく，请多关照，嗯，后边分油条了啊，连说带比划，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连起来就是日本话，说日本话。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这什么玩意儿？日本人一听，哟，你这个日本话说的还真好啊！你教教我行不？行，我都想打死你个龟孙儿。那这是咋说？这是个骗子，这就这比你们强，宝宝。相声演员站台上最主要是什么，知道吗？什么呀？随机应变的应变能力，得脑子快，反应快。我最强，你甭来这套，有比你强的没有？我叫个人出来就比你强。来来，反应快的，来，好，稍微，稍微。这个他有外语，我说咱这反应得快，你反应太快了，是吧？随便观众提出问题，当时给您逗乐了。来，有一个问问题的 吗？来来来，站起来，我听听。哎，出去，好的。哎，乐没乐？乐没乐？哎，人家问了吗？人家。哦，行，对对对，来，还有问问题的吗？你说，你说。马云姐，你明天可以靠脸吃饭。你坐下，坐下。跟他没关系，跟我有关系的。行，坐下吧。怎么样？哎，靠脸吃饭。哎，你都答得上来吗？反应可以，反应可以。哎，答不上来。我就靠脸吃饭。你我就颜值担当，你就没有反应，知道吗？你的脑谁没反应？完了，你现场就控制不了、哎。我要给你出个题，你就反应不过来。不可能，你看你反应不过来，不可能，来没我来没我不会的。来，哎呦，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岳云鹏的孩子吗？这我哪知道这谁呀、啊？你来，宝贝儿看看，你把脸转过去，来，来，哎，看见没有？来，抱着他，你抱着。
这透着亏心呢，这是。你谁呀、啊？我就我哪认识啊？你给我解释清楚，像不像？我就问你。像、啊。赵子，哎，你承认吧。我不承认呢，这谁呀、啊？这是什么什么哪儿？我就承认了。破案吧，破案吧！你看这孩子，还看。哎，先生，这微博上的怎么解释？真相就在这儿呢，这是。你看见什么什么微博？什么怎么解释？有图有真相啊！你看。完了吧？我可不知道你是这种人。没想到啊，岳云鹏，我跟你说吧，宝贝儿，你过得好不好？啊，还好啊。啊，你妈妈呢？我一定要看看你妈妈长什么样。你再确认一下是怎么着？哇，还可以。忘了他妈长什么样了。哎呀，这就算认下了。去玩吧，去。这就玩去了。那孩子不是我的啊，跟我没关系、啊。你甭来这套，长那么像都不是你的，我告诉你。这篇翻过去了，一会儿再说，是吧？一会儿再说。翻不过去，我告诉你。我的天哪，我脸都红了。我媳妇我妈千万不要看这个节目、啊。这都不许掐，我告诉你、啊。吓死我了！真行啊。要说相声，还得是颜值担当。刚才那小孩颜值就担当，我颜值担当。你不是说你好看的意思？当然了。你真行啊。我们有颜值担当。还有颜值担当。上来一个。停下，我有问题。姑娘，你们俩都行啊？你们俩是自己来的吗？这不是你男朋友吧？是。你没有男朋友吧？没有。好了，现在你们俩有男朋友了，现在。走，跟着我见咱爸去。走走走。行，放这儿。这就是咱嫁妆那车。哎，这是你别说这点，这最大腕。不，等于说颜值担当郭麒麟怎么样？谢谢。我告诉你，郭麒麟不灵，你们都不行。谁不行？谁不行？捧哏的不行。你说什么？捧哏的不行。不行。你再说一遍。永远都不行，捧哏的不行。怎么了？我看，嗨，他说捧哏的不行，有没有人管？谁说的？他说捧哏不行，还是他说的？就是他。摆平、哎、不敢说话了，不敢言语了，对不对？摆平。你要脸不要脸？什么就摆平啊？你们捧哏的就是不行。哎，还接着说是吗？对了，我就这么捧着。来来来，说来就上来。师傅没人是吧？来来来，过来了。我就不信这个了。再说一遍。了啊、说。来，哎，怎么都上那边去了？兄弟，就咱俩一会儿。是。哎，这是他徒弟，知道吗？我们一会儿的。我治不了你们了，是不是？你要干嘛、哎？你有什么主意？你想、哎，你来。我有法宝。你来，我看看。你还小点儿，还有法宝。法宝。我明白了。其实我们这么敢横，他不敢上来。他今天少来这套。哎，你这是要干嘛呀？我疯了，他们欺负我。11期了，一直没见郭老师陈大褂。不怕，你吓他一跳，吓我一跳。感谢欢乐喜剧人，给了相声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相声还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郭德纲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
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叫《大实话》，献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快乐。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啊，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也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也倒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那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感谢大家，对，特别高兴能够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很激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郭麒麟。郭麒麟可瘦多了，瘦多了，瘦多了。今天跟我合作的是我的搭档，无所谓了，啊，我们哥俩呢给大伙儿说一段。你跟你爸学点好行吗？你得介绍我呀。不用介绍，大伙儿对您都特别的了解。是吗？我们哥俩是搭档，对，台下更是朋友，关系是特别的近啊。人家家彻头彻尾的老北京，北京人。你们家这么有钱，你干嘛还说相声？和您一样啊、从小就喜欢这个，我这叫不忘初心。您也有心，我也有心。哎，咱这么说，就咱哥俩这份心啊，就比岳云鹏跟孙越强。对，你看看，观众都认可。你看看，为什么呀？啊，他们俩人压根儿就不爱相声。那是，打小都没听过相声。他们俩什么出身？孙越动物园出身。哎呀，岳云鹏动物出身。嗨，动物出身，这还不如那个呢。就岳云鹏，他会什么？不会吗？往台上一站啊！我的天哪！这就意思吗？就耍贱卖萌呗。没想到啊，现在靠这个赚下钱来了。是啊，跟孙越啊，在北京愣买了房了。我瞧给你恨的。我的天，就这就值钱了。对呀、俩人买了同一个小区，从岳云鹏他们家能看见孙越他们家。嘿，岳云鹏没事自己买一望远镜啊，天天的偷窥，你就看，看孙越他们家怎么回事。看完了给孙老师打电话，孙老师，我看见您了。哎，在卧室呢吧？是不是跟你媳妇正睡觉呢？来了，这人气高，太高了！我看谁敢乐？你再乐一个试试？什么破玩意儿呢？叫哪里就乐了？你才动物出身呢！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不敢想象这个画面。不，过，你别矫情这个，我都没矫情。我跟你说，干嘛呀？干什么呢？你们说相声呢？说什么相声？说什么相声？怎么了？这是我的舞台，我从第一期站到第十期了。你干什么来了？这不该领奖了吗？总决赛我来了。我的天哪！这也太不要脸了！总决赛他来了，谁安排的啊？就这么神奇？对了，不是，我们效果不错，对不对，各位？对什么？对什么？你们就不会相声？怎么不会啊？要亲我怎么的呀？我知道你心里别扭，我心里也别扭，真的。你还别扭呢？我的天哪！你这么上来，你轰不走他们俩，必须给他弄下去。决赛了，哎，听你半决赛，下期总决赛，听我的，冠军就那个人，我就快到手了，我的。你有时间顾家，听我的。
你有点太兴奋了。无所谓。不不，咱俩呀，想辙，让他们俩呀，这包袱不响喽，观众不乐了，观众一不乐，哎，喜剧人拿不了名次，不是还得换咱俩来吗？还得咱俩来。对呀，还是你换呀。那是，就这么办了。听我的，好了，听我的啊。过来。干嘛？相声不是这么说的。那怎么说呀？我比你说相声年头长吧？啊，对不对？我十几年了，你刚几年呀？知道吗？再说了，捧与逗之间，你是逗哏的，你是主角，知道吗？你是明星，未来的大明星。是。德云一哥是咱俩，调门要比他高，知道吗？他调门要比你高，立马大嘴巴抽他。哎，你回，你干嘛来了？我参加喜剧人。还喜剧人啊？我告诉你，作为捧哏的，我得说说你了。这逗哏的站这，我叫郭麒麟。啊，你站这，你连名字都没有，让人划过去了。你叫严什么来着？我也忘了。合着你都不知道啊？叫严什么来？我叫严鹤祥。你得自己说明，我叫严鹤祥。你还记住了啊？嗯。把所有这个就是人称我啊，都改成严鹤祥。就是突出我自己，对，你就生生让观众记住这仨字儿，你就火了，行吗？没问题、啊。哎，这样吧、你们俩再说一段，我们再来一回，对，对对，再展示一段，让观众听一听，有提高了，记住啊。感谢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郭麒麟。旁边这位呢是我的搭档，啊，不过无所谓了。您等一会儿，严鹤祥很不开心。我叫严鹤祥。哎，行了，可以。你不用可以，甭，你别说。我叫严鹤祥。我让你别说话。不说我也叫严鹤祥。你听见没有、啊？你别杵我啊！我你动我，我动你怎么了？你根本就不见着。我动你了。你再动我试试。你哎哎，嘿，郭麒麟，你是狗，你动啊，你动啊，你动啊，我动你了，你动啊，你动啊，你动，哎。我又不怕丢工作，我早弄死你了！我跟你说，你踢他，你掐他呀！两个指甲盖拧一个一块小肉一掐，我的天哪，过瘾呐！我忘了揍他呀！不是你行不行啊？打架打不过，你说话抢词也抢不过，这给捧哏丢人。不，你要说那么热闹，要不你来？就是啊，你示范一我看看。你老说我们，你切我，好吧？你说一个，哎，怎么样？我们这怎么都不对了？你对啊，还是您的主意好。还是咱俩。哎，今天这样啊，我们俩给你们俩做一个示范，哎，表演一个，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相声，什么叫正能量，什么叫逗与捧，没错，什么叫默契，什么叫配合，什么叫不忘初心，漂亮，是不是？给他们做个示范，好好的啊。瞧我，职工之令。说一个大段，好，怎么样？来一大段，看咱俩配合了。来，对。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我叫孙越。先做一个介绍，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不用介绍，我不让你说话，说别的不是。你不要说话，知道吗？我是逗哏的，我比你名气大，我比你挣得多。甭来这套，你干什么？孙越，我的妈！学着还给我个镜头呢！哎呦妈，我就可能上岁数，我让人家欺负了。这么大胖子，一个大胖子，差点没踢死我呀！师傅，你给我做主吧，师傅。我让人给揍了，我挠他，我挠半天，我挠不过他，他踢我，给我做主啊，师傅，
叫人了，叫人了，抢红包呢。首席最佳呀、啊！我的天哪，太尴尬了！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你！来来来，后台还有没有人？来。这范儿！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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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谢谢各位，各位见笑，各位见笑啊！我幸亏我今天来了，这怎么了？台上这么乱呢？这丢人了！您问他吧，您让他说怎么回事？我这，啊，大爷！哎呦我，你吓我一跳！我让人家给欺负了！你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大胖子揍我！我打他怎么着吧？不是你打他怎么回事？你说是这么回事啊？我们俩说相声说了没几句，我说错一句话，他啪的就揍我。说错一句话不至于？你说他说的什么？说什么呀？我说捧哏的不好，他就揍我。我去！哎哎哎哎哎！差不多了，哥，差不多了。不是，怎么意思？您这岁数可以啊？什么意思？相声说说怎么就这样了？岁数不错，这也是没谁了。我跟你说，怎么回事？说捧怎么了？啊，捧哏的怎么了？你就这样？好，好，对吧？我这打算，我就不爱听台上说捧哏的这个，这捧哏的，对了，怎么了？捧哏的无敌，咱没给捧哏丢人，就是，不是，刚才打一上来我就看你们吵吵嚷嚷，吵吵嚷嚷，都这么多年的专业相声演员了，还低级错误捧哏逗哏之间，多少好的相声演员都毁在了捧哏的这问题上，还犯这种错误。还动手，还掐起来打起来，又还俩指甲盖掐，丢人不丢人？再者说，多大岁数干这事儿？你们干嘛来了？你们？他说我呢？多大岁数了？您多大岁数了？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废话，潘长江都来了，我这岁数怎么了？我？对不对啊？我这岁数怎么了？说的是这个事儿。以为自个儿不错呀，都以为自个儿好了。你别看现在表面是德云社很不错，德云社现在更新换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找着一个德云社的孩子，能力也够，品德也够，各方面都好，能够将来成为德云社的领头羊，带着这些人将德云社走向更大的进步，甚至说带着全体说相声的走向更高的辉煌，这也是咱们对得起祖师爷，也对得起咱们今天这主题，不忘初心。大爷，您说的太对了，您说的太对了，那个领头羊就是我。我觉得就是我，真人秀我做过，电影我拍过，我最棒，我就是领头羊，真的。你先等，我属羊，我是白羊座。你属羊的。我甚至我都可以改姓杨，真的没听说过，都无所谓。我就是领头羊，你也甭改了，我带他们走进你更大的辉煌。你等会儿，更高的进步。别，你听我，就是我，不，我已经膨胀了。去哪儿？你就膨胀了？你差远了，你还领头羊？你这考虑半天，你资历不够。对对对，你过来吧。你刚说几年相声？你还有资历？你问问他，他先认识你，你先认识的我。我是少班主，未来相声我来继承。爷们儿，今儿我爸在那儿呢，你知道吗？我马上我行了，我就说早了，说早了啊！你是根红苗正，但是你岁数还小。哎，这，躲开！
我是不是您师弟？是啊。我是不是你师叔？是啊。我还属羊。你那没有用，你资历够，辈分够，你腕儿不行，你没有岳云鹏。对呀，没有腕大呀，对不对？对呀、啊。我腕我腕多大了？你先那什么破腕儿？腕儿不行。那个你腕你有你干什么？岁数稀吧。我腕大就怎么了？你懂什么？你们先要跟我较劲，要跟我较劲。够火的了，你腕儿不行。哎。就这么干动嘴啊？嘿，哎，对，哎，对，你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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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丢人，行，咱别丢人，怎么着？这拿起来吧，停车场敢去吗？别停车场，别停车场，找一个野湖，咱干起来。谁也别走，你走，谁也别走，哎，走，你走，你给我走，谁也别走，你别走，别走，你走，你走，走，中国，我打不死你，我怎么回事？喂，于思阳啊，哎呀呀，儿子儿子，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德云社云字科的你这些师哥们叫做死走逃亡商啊，也可以说从现在你已经是德云一哥了。哎，这他们都瞎闹，咱们爷儿俩这才叫真正的不忘初心。谢谢，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谢谢。我相信这个掌声不只是给我的，肯定不是。有没有喜欢沈腾的鼓掌我看看？不但不是给你的，其实都是给我的。先做一个介绍啊，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一个小学生，我叫岳云鹏，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叫沈腾。我们哥俩临时搭档给您说一回相声。我能想象到此时此刻沈腾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忐忑，因为据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说相声。对，首秀把第一次给了喜剧人。对，开心吗？开心开心开心，特别的好。这个沈腾啊，据我所知非常的有文化有涵养，了不起的一个演员。哎，不敢不敢。按说这个相声演员拼到最后一定拼的是文化，这话没错，对吧？对。想问问您什么学历？不高，大学本科。大学本科？对。好小伙子啊，你什么学历啊？我什么学历？嗯。大学。哪所大学啊？北大。哪儿？你给我出去好不好？北大，北京大学。可以可以可以。什么是可以呀、啊？北京大学，我从那儿路过过。废话，我还从那儿路过过呢。不是不是，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叫空大，那叫北大吗？那叫北航。咱俩都互相这么尴尬有意思吗？你非要提呀、啊、那不是，差一点。也不是，博士。北京联合大学。那叫河大。联大。脸大。我看你到底哪个北大呀？北京大兴啊。谁问你住哪儿了？我问你在哪儿上学。我没说我住那儿啊。北京大兴啊。北京大兴哪儿大学啊？庞各庄大学。庞各庄那叫大鹏。别跟我提大鹏知道吗？别跟我提大鹏，到现在煎饼侠没给我钱知道吗？谁说是那大鹏啊？跟我聊什么大鹏啊？我说这不是人，这是种西瓜那大鹏。北京大兴庞各庄种西瓜大鹏。我没上过大学行吗？怎么了？我骄傲了吗？你凭什么骄傲啊？我自豪了吗？没上过怎么了？照样说相声，就这么不要脸，怎么了？哎，这替你臊得慌。你不用臊得慌。高中上过吗？什么？高中？高中得上了，知道吗？高中得上了。高中在哪儿上的？庞各庄。庞各庄。庞各庄一高。庞各庄一高上了几年啊？好几年呢。
好几年是几年？一共几年？告诉我，一共几年？高中一共几年？一共几年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上过高中？还挺聪明，还挺聪明，炸不出来，你看你。我以为能炸出来呢，哇！小品演员也这么聪明。好，我小品演员怎么就傻到哪儿去了？不错不错啊，高中我四年，从你的眼神我就能看出来，不对。哼，到底几年？三年，哎，缓和了好多。三年，哎，三年，对，说准了，三年，都学的什么呀？学东西可多了，嗯，哎，插秧啊，建苗啊，什么？没上过高中，没上过高中，怎么了？上高中你就说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吗？我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没上过高中的举手，我看看有没有。哇，哇，你们好不要脸呐！真敢举手啊！初中上过吧？初中得上了。初中要是没上，那说……初中哪上呢？这都是我的同学。庞各庄一初。好，老庞各庄了啊！哎，初中上了几年啊？几年？八年呢？你。是不是八年，大哥？大哥，你出去好不好？学的扎实，还告诉我八年学的扎实。三年，初中也是三年。初中也三年，还真蒙对了。嗯。什么叫蒙对了？那初中学的什么呀？初中，我不能老插秧吧？这怎么改群口了是吗？我觉得在这个台上聊那个没有意思，聊就聊让大伙儿喜欢的。什么大伙儿喜欢？什么大伙儿喜欢？我问问你啊，一个月挣多少钱？喜欢吗？不是，是不是有点私密了？这话题是不是敏感了？太敏感了，问就问敏感的，知道吧？多少钱？一个月不到十万块钱。不到十万？说具体点。四千三，您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会儿啊！你们管四千三叫不到十万呢？四千三到十万了吗？你看那个好贱的样子，你看看，四千三到十万了吗？哎，确实没到啊。你呢？啊？你呢？我每个月不到一个亿。你就直接说三千几？三千五。你们每个月奖金多少钱？你们还有奖金呢？没有啊。没有，你问我吓我一跳，省得你尴尬嘛。吓死我了。我们都没有奖金。你师傅也不能那么大方。坐下坐下。哎呦郭老师在这儿呢。哎，我紧张了，没往旁边看。你们年终奖多少钱？年终奖六七十万吧。多少？六七十万。你先站好了啊，你先站好了，我跟我师傅聊会儿啊。哎，别你干嘛去？别走。六七十万，凭什么我每年的年终奖八十万？为什么？你咋这么贱呢你？应该跟大腕一样一样的，六七十万，对不对哥？你多出来那一二十万，那都是伙食费。你看这句后台没有啊？对词儿的时候没有啊？会现挂了，会现挂了，会现挂了。哎，不紧张了吧？不紧张了，不紧张，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捧哏太难了，太难了。逗哏敢不敢？逗哏可以尝尝。亲爱的朋友们，意外收获啊！我们在后台对词儿绝对没有，敢逗哏了，看来是不紧张了。来一个。哎呀，这没桌子挡着，又有点紧张了。好，重新鞠躬啊，逗哏了。哎，说相声真的挺难，第一次说相声十分紧张。跟小月月熬了几个大夜，三天熬了三个大夜。说眼眶都黑了。这个别看我之前没说过相声，但我跟你们相声界的大腕儿
啊，什么马三立呀、啊，这个侯宝林呐、啊，这些大师们都不认识啊。你不认识，你提他干什么？我以为你们好朋友呢。不，那常宝华我也不认识啊。我也不认识啊，好尴尬，好尴尬。那我提一个人 啊，你肯定认，谁？于谦，于老师，我大爷，我兄弟。真的真的，你们逗哏的怎么都这么不要脸呢？你还知道啊？你还知道啊？我大爷，你说跟于大爷啊？嗯，我跟你大爷私交甚好。嗯，没事就跟你大爷喝点。好，好。你大爷有一天喝多了。别骂街啊！别骂街。头两个我没理你就完了，就过去就完了。连说仨你大爷，你大爷。急什么呀？你先骂他街，谁骂街了？我是不是你大爷？于谦是不是你大爷？是我大爷，但你别总说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的。我该说什么？于老师，于老师，哎，这个好，爱听了。嗯嗯，有一天我跟于老师喝酒，嗯，于老师喝多了，非要逼着我开车送他回家，给他送到家门口，非让我进屋啊。于老师，你还不知道吗？好客，假客气。嗯，进了屋之后，躲不过去了，就想跟我显摆显摆。其实他新买那房，他说、啊。冰箱还显不显摆？就是，这彩电，彩电啊！这是我们家客厅啊，客厅，好好好，客厅啊！我走，我领你进我们家卧室看看。卧室？我也这么想，这么私密的地方，你让我进去干嘛？说的是啊。我转念一想，哦，也行。于老师喝多了，对吧？我把他扶到床上，他睡了，我走。挺好，挺好。进卧室了，咔一开门，小陈，看见没有？床，我的床，床也显摆。嗯，这床上这女的啊，我媳妇儿，这也介绍。这男的是我，信息量好大呀。真的真的真的，后来把我们俩打一顿。谁打一顿？喝多了走的不是他家。吓我一跳，汗都下来了。怎么样，逗哏感觉怎么样？紧张，我这汗都下来了，好久没出过这么多汗了。前一阵跑马拉松我都没出这么多汗，我都湿透了。换过来吧。换过来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你。这个沈腾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做夏洛特烦恼，对对不对？卖了多少钱？卖了14.4亿。多谢各位，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么高的票房。卖了14亿，我拍的煎饼侠卖了12亿。如果说咱们俩合作，一定会成大腕，会成大明星。我以后也代言各种链家网，我代言唯品会，跟周杰伦一样，你知道吗？首席经济官就是我，怎么样？行，咱俩合作电影，合作电视剧。电影啊，我伤了心了啊，卖那么多钱，也没分我多少。分了多少？就没分多少吗？几千万、啊、几个亿？什么几千万几个亿？你卖12亿跟你有关系吗？跟你分钱了吗？没有。没有吧？没有。所以说电影我都伤心了，以后我不打算拍电影了。那咱们拍电视剧好不好？行，进军电视剧。进军电视剧。好。其实电视剧里很多规矩，就比如说啊，兄弟情应该怎么演绎。咱们两个去打仗，迎面是千军万马，咱俩跟人家干，跟人家打，你要说小月你快走，我就得走。我让你走你就得走。我就得走。不走不行。不行。是咱俩表演一个。来来来，一二走。小月月，哎，走！我不走。小月月，哎，走！哼！走了，走了，嘿一下就走了。哎，这是规矩，这是规矩，不能打破他的规矩。那不见得，不见得吗？不见得。再来一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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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适了。来，一二。小月月，哎，回来！怎么了？这没让你走呢，你就走了？我走早了，走早了，太早了。
没法往下演了，这不合适，不合适，这是电视剧里的规矩，还真是。再给大伙儿讲一个电视剧里的规矩啊，男女主角只要是一摔倒，两个人肯定就能亲上。真的？真的，咱俩演一回好不好？不演。为什么？太寒碜。谁太寒碜？你太贱。我这么白，我还寒碜？你还贱？好好合作一回好不好？男女主角。嗯。我来男主角，因为我有阳刚之气。好，演女的。行，我演女的。好，咱们这就开始。好，我去化化妆。还化妆？别让他跑了，各位啊！这不化妆就够吓人的了，还要化妆。贾玲？像吗？我那么寒碜呢？我的天哪！哎呦，还乐呢，快把嘴合上吧！哎呦，我天哪！走，咱们这就开始啊。沈腾，哎，太磕碜了。咱俩去逛商场吧。我不去。你得去，知道吗？我是你娘们儿，我还得给你生孩子呢，知道吗？哎呦，我可等不到那一天。嗯、哎，来来，你得爱我。哎呦，好好。来，开始啊。沈腾，咱俩去逛街吧。走。你至于吗？怎么了？你为什么不扶我？你一扶我，咱俩就亲上了。我哪知道你要摔倒啊？你说走上商场，你也不给我个信号，你哪怕说一声，哎呦。我摔倒，我还得给你信号吗？当然给信号了，你这不演戏吗？你不给信号，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扶你啊，对吧？啊，行行行，再来再来再来，费劲，小品演员，我天哪，十四亿怎么卖的？预备开始，哎呀！你薅我头发干什么？夫妻两口子打架，女的摔倒了，爷们儿去薅人头发去。我上来就喊哎呀，那谁能反应得过来？不知道我们头发都没反应过来啊。那你不能揪他呀。那我不揪怎么办啊？在哪儿？你得有铺有垫。来，哎呦天哪！怎么了？不好看了吗？什么叫不好看？好看过吗？我跟你们这些个小品演员我合作不了。再来，咱俩去逛街吧。走。哎呀，这有个西瓜皮，哎呀，你扶我呀。我今天我必须要亲上你，我再让你就差这一口了是吧？别！你趴那儿，我就亲不上了，是不是？你给我翻过来，翻过来！亲啊，亲啊！落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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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幕。落幕落幕落！来，有用吗？笑无彩，日夜相随。
花蕊，你也已经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想你。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您老师啊，一直在说相声啊。对了，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您客气，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对对对，跟他学了很多东西啊。您客气。他从小就学相声。我是打小学，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对对对，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蹬车带着盒饭去呀？啊，不是吗？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有什么区别吗？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您在哪儿啊？我在外头，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我咬死你！我，在外边叫散养啊，那叫饲养。养大象，养了十年的大象，十年，大象是越来越瘦。我偷饲料来的吧？才承认，我多才承认了啊！没有啊，别胡说。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我辞职不干了，说相声20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如实的回答我，我知道我就告诉您，相声二字，怎么解释？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对，相貌之相，声音之声，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对吧？当然对呀。那你吓我！行不着。相貌之相，声音之声。对呀。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没错。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不退票。哎。把道先堵着，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不能，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这还有服务呢？当然了，相声比较难。哎，是是是，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什么？我自己个儿，
哦，你还上上口了是怎么着？我昌平人，我说话你玩去你。昌平人，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哎，对了，两个人拿嘴说，没错。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哦，不喜欢也没关系，喜欢看书啊，看电影啊，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也对对对，我也喜欢看电影。哦，好这个喜剧片子多好啊！啊，那是，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是您说说，前几年啊，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三 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三 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阿凡提，三 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这不胡来吗？谁胡来了？阿凡提。对呀、啊，还拍一三 D 呢。啊，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三 D 的，不得赔死呀？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阿凡达。哎，骑鸟。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啊，您刚才说那三 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对呀、啊，三 D 电影张飞拍的。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我去你，你别胡说八道。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你才二哥呢！你也可以拍一个呀！拍什么拍我？高老庄的美好时代。我没有啊。高老庄十三钗。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多绕嘴这玩意儿啊！您别胡说啊！那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没错没错，零距离接触，哎，跟真的一样。三 D 电影是特别好看。哎呦，其实啊，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你？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有你，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前几年什么片子？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哦，讲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哎，什么叫玉玉啊？香港话叫什么？粤语。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这样说比较洋气。哎，对对，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河南话啊，就这闹着玩是吗？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方言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大电影院，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嗯，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哟，全都是玉语，全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您这不胡来吗？这不，谁胡来了？没法听这玩意儿。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粤语啊。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怎么了？就是阿诺什么的，照样粤语。那也能河南话？哎，那怎么？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是硬汉吧？啊，哎呀，李娘啊，好疼啊！怎么配上河南话改软汉了呢？都是粤语。哦，你甭说这个，是、啊、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什么？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又叫那什么《铁达尼》。对呀、啊，这也河南话。对呀、啊。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啊！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真有啊，我看了呀。你在河南看的啊？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不热情。您、啊、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不，您真看了？当然了。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模仿一个什么桥段呢？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我怎么没文化？那就船断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那桥段就是片段啊。那你说片段呢？我桥段不专业吗？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好不好？船这个船段呢、啊？你等会儿，船段。对啊，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对啊。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当然有了。哪有啊？普通话是这样的、啊、船一断咔断了。那河南话呢？咔嚓。哎，我不会
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人家不行这个。咔嚓！对对对，打死你个龟孙！对对对，这不怎么样，这个哎，特别好看。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语言交流？哎，对，行。行吗？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哪儿？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都熟悉。嗯。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有一个。肉丝儿像话吗？Ruth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喂，好，肉丝有一个男朋友，嗯，富可敌国，有钱人，特别的有钱，富商相中这个肉丝了，哎呦，送给肉丝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一大象柱，但是肉丝不喜欢哟，哎，喂，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哎呀，肉丝想轻生了，哎呦呦，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你等会儿，想跳什么？跳船。船啊，吃汪船，吃汪那不还是床吗？跳船，哦，就是想轻生自杀，对，哦，就这段，杰克过来了，哦，劝他，两人头次见面，对对对对对，拿河南话，哎，行行行，玉宇，哦，行行行，好，您这是肉丝儿，站在床帮上，站在什么帮上？船帮，哦，船帮啊。哦是肉丝儿往下跳，肉丝儿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啊，抽着烟，赛于谦，赛这玩意儿，这一口你能是抽死，行了行了行了，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我都快晕死了，缺氧了，这是干嘛呀？看见了。哦，看见那女主人公了。对了，哦，走过去开始沟通，攀谈一下。玉宇啊，是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妮儿，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就是姑娘的意思。哦，河南话姑娘，妮儿啊，妮儿啊，妮儿啊，妮儿，嗯，弄啥了呀？哦，这是肉丝儿，这是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滚！哎，这句什么？滚！我多余问他我。跳船。跳船。啥呀？还没听见。跳船。啊。别跳呗。别跳呗。啊。那海水可凉啊。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亮了还。啥呀？海水可亮。啊，亮。多亮啊？问清楚了。多亮。可亮可亮啊。不会聊天。别跳呗。嗯。你看您这个妮儿长得还怪带劲的呀。您呀，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刚才我自己表演，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哪个桥段？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咱俩谁来这个？我来杰克，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你也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嗯。我来如此，嗯，我趴在那个船板上，嗯，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嗯，说的有道理哈。都废话。那怎样？你来这个如此，我来如此，你苗条，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我多美啊！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行行行，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行行吧，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
我是个淑女，知道吗？我以为京班儿呢，我还以为。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海洋之心。哦，我看有块这个。56克拉。哟，怎么样？道具真下本啊！是不是？是。那咱们就开始。开始了。这就是船板了哈。哎，那我站这儿哈。当然了，你就趴船板上，你就饥寒交迫，你进那儿。行。对对。饥寒交迫。对对对。好难演。对。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是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当然了，豫语啊，音乐，开始。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哦哦，冷。那我呢？你也得这样啊。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啊，你比我还冷呢。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我。您趴好。杰克，你看，水来了。能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我歇死你！我。我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你跑这洗澡来了？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谢克，入死，我可能不中了。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中。哎，有我没我一样啊，这玩意儿。如此，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咱俩来生再见吧。终于是我的了。我打死你个龟孙儿！谢谢，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也爱你们，谢谢。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有头回来的。我叫岳云鹏。是。他叫孙越。哎，是我。孙老师。您老师。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谁呀？最有学问的一个人。哎呦，那可不敢当。就是您。不敢当，不敢当。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哎，不假。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知道的多呀。哎，不敢这么说呀。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啊，问我？如实的回答我。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好，行吗？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什么东西最贵？对，我觉得是猴。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不贵呀、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太肤浅。这还肤浅？我认为不对。您说，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哦，不要钱的。比如说亲情。亲情你能买到亲情吗？哎，买不来。就算你再有钱，嗯，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嗯，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哎，对，没有这要求。不像话，这难为老头了。嗯，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没有啊，这是亲情。哎，是。还有爱情。爱情怎么了？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不能。我觉得能。哎哎哎哎，有钱就可以。对对对对对，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这等等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啊，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啊，就像一盘散沙，嗯，风一来就散了。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那是那是那是。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哲理还有歌呢？有歌啊。没听过。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这还一起唱？这里的山路，人家是这里是吗？不是哲理。好好好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好好好，那我怎么不可能？这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我的标准啊，啊，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那你要求够高的呀。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是个女的就行。哎，对，能看上你就行。哎，对对对，也还可以，还行。嗯，这是爱情。哦，还有时间。时间怎么了？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哎，买不来。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老话。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停止。你能停住吗？我停不住。我能停住。哎，你怎么停得住啊？扣电池。哎，这什么人呢？这都。哎呀，太讨厌了。我是不是太顽皮了？哎，你是讨厌了。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哎，对了，换得来吗？换不来。不可能。嗯，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我不想。为什么？没有财富。我的天哪。对对对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我也不想。你怎么不想啊？因为我正青春哟。这波还青春呢。那可不是吗？哎呀，这是时间。是。再有就是空气。哦，咱呼吸的空气。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这买不来。咱实话实说，嗯，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不好。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电视上播。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怎么改善呢？不看电视。对。哎，不看电视管什么用？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没错。哎，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没错。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从我做起吗？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太对了，我就喜欢绿色出行。哦，绿色出行。当然了，倡导这个。那天我绿色出行了，是警察就把我拦住了。拦你？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薅头发像话吗？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他拦住我了。拦你干嘛呀？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对呀，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为什么呀？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那怎么了？没有。我那树叶子啊密，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不行吗？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啊，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树叶子不行吗？我跟您这么说吧，啊，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啊，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嚯，你说的还真有哲理 啊！那是那是。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哲理什么歌啊？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你，就别买了，行了。排队排，
这里的闪过。行了，你还搭理他你们？头一回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废话，不会啊，不会回家学去啊？行行行行行。行行叫哲理啊，不是这里哦，这里这里老哲理，哎，这是绿色出行哦，咱不能浪费呀、啊，啊，这浪费也不环保，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是是是，我就不浪费，你怎么不浪费？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的柜子里 啊有两片感冒药，剩两片药，快过期了哟，这我不能浪费，你这不浪费怎么办？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哎呦，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怎么着？药不够。您呀、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我的药不够。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反正不能浪费。您这就叫浪费。咱去饭馆啊，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这叫光盘行动，对不对？对对对对。那天我去饭馆了，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打包。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哎，这不对、啊！天哪，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啊？说的是啊，倡导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为什么？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问他，人家说了啊，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您这。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什么？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鱼香肉丝。行，还有很多肉丝。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吗？你废话，人家剩你不是要饭吗？反正都得注意环保。这，我说说您吧。不能浪费。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谁呀、啊？你。你还有脸说我呢？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你就特别不环保。我怎么不环保？我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费水，我对不对？我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你废物，说你废物什么都废啊、哦？物品啊、哦，废物。当然了，家里也有钱。嗯我家里趁点富六代哦，对，我们家富六辈，六辈人都有钱。嚯、哦，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哦哟哟，每环一环一套，一环一套，二环两套，哦二，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那哎，听过五环之歌？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我就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环环有房，哎，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那是他们家那院子啊。我们家有院，院子当中啊，两趟高速公路。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这是哪儿到哪儿啊？你父亲到保姆那屋。什么？那还一条呢？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妈厨是？就是你妈的。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我没说出来啊。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反正是有钱呀。没有这个。她每天早上起来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啊，谁都是洗着洗澡、啊。他们家那个洗手间啊，有游泳池。哦，有游泳，各位。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呗，我还老海狮。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那叫浴缸。浴缸。哎，我们就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哎喂，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他往里一躺，满了。哎。满了，我把水给压上来了。泡完了澡啊，开始去洗澡。我开始洗。哎呀，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对，我得洗澡。对啊，您这浪费水。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这有什么不一样？他一天洗三次澡，我爱干净。上午洗上半身啊，下午下半身是，晚上洗腰。哎。我活得真细致，那可不是吗？没听说过这洗澡哦。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
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他骑自行车怎么了？只见一人蹲着前行，都瞧不见车了，好有画面是不是？没有啊，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嗨，你这不是舒服吗？豪车那是一挂挡，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就被警察给拦住了。拦我干嘛？同志同志啊，靠边停车，靠边，把车窗弄下来。啊、哦，把车窗弄。没办法，摇吧。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啊，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哦，超标。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罚多少钱？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哎哎哎哎哎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200块钱3分，我真行。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我这出城旅游，出城玩去。哎对，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来什么？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啊，景区，这个景区啊，一个炸。哦，一个炸，哎，一个炸。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你等会儿，南方四个 S， 啊，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那叫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四 A 级景区，四 A 级，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啊。没成想在景区里面啊，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我办什么了？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哎呀，是什么？我在景区干嘛？波波七？什么叫波？波七没文化，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就是露天烧烤。你说清楚了。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哦，景区里不让。管理员大爷啊，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对，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你看看，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轰走了，办点正事好不好？是啊，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是吗？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啊、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对对对，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大爷说什么？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大爷说什么呀？哲理的山东史。别说了。谢谢，我这还没说呢就想掉眼泪了。谢谢你，太热情了，谢谢大家。谢谢，哎，今天很开心，第五期喜剧人，对，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嗯，今天呢别开生面啊，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行，我是我。你怎么来了？像话吗？这都，别胡说啊！行了，今天我给大伙说一段单口，好不好？不，什么叫休息？什么休息？我都准备好了。那没用，俩人上了得俩人说。我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你当我爱跟你在一起呢？说相声首先得有好搭档。我师爷侯耀文。搭档好，石富宽。怎么了？我师父郭德纲搭档好，于谦。对，我的搭档，你看看，你看看，我哪儿伺候啊？跟个猪一样。他有个小名叫布拉基。什么叫布拉基啊？姓傻，傻布拉基。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真的？你等会儿，等会儿。这么多年一直捧哏，一直捧哏。工作这是？说是捧哏，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打入内部的粉丝是吧？我在当然了，各位还能买张票，人家不但不用买票还挣钱。那废话，他上那个学校北京市智障二中，他跟于谦呢侯震呢一个学校。那我们这智商不低了。老校友，老校友，尤其是于谦老学长。哎，对了，经常欺负人。就这智商还欺负人呢？他傻的最厉害呀。我们那是谁傻谁往前排是吗？那可不是吗？哦，攒起来欺负同学，还欺负同学。学校门口一站，哼哼，小妞儿，还妞呢？小妞给大爷乐一个。哎呦，小妞，哟，老师啊，这嗨，老师，你这瞧准了吗？你的，对不起，老师。
可能岁数差不多，看着一会儿他上学来了，嗯，我给您学他怎么走道啊。我怎么了？服不服？不服。考你个问题吧。还考个问题？还正月十五了，怎么了？打个灯谜破闷啊。我告诉比你强多了。蹲下啊，起来，枸杞，来来来来，甭来这套。小沈阳那不是枸杞吗？在我这不成立，蹲不下。对，那我问问你啊，你问什么？考你个问题，你就说。我这几个选项，选项：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博士伦，你挑一个。眼睛快瞧瞎了都，还博士伦还要？别瞎呀！这叫博士后，博士后。我告诉你，我说大学算欺负你啊！来个小学尝尝，因为小学不行，还幼儿园呢。我有退身步的。怂了，你看云怂了。什么叫怂了？哎、你来来来，你听着啊，小学的啊，嗯，请问。啊，说，嗯，猜吧，猜猜什么呀？害怕了啊，害怕了。我猜什么？我还没说呢，你上哪儿猜去啊？你没说让我猜什么呀？逗你开心，我用你，他比我还开心呢。说一列汽车，那叫一辆宝贝儿啊，还一列汽车了。小学都没上过，瞧不起你，我的。我差点说成一架。好，火。一辆汽车啊，几个轱辘？汽车四个轱辘。再想想，再想也四个轱辘啊。告诉他几个？我问你了。什么？那孩子，你过来，来来。那孩子说什么？备胎，也算呢。哦，这五个了啊，五个，五个。说这辆汽车行驶在一条乡间的小路上，乡间路上有一坑啊，车开过去了，正大掉了一个，请问还有几个？五个掉四个，不对，那这四个掉一号仨，不对，还剩五个，你不掉了一个吗？我告诉你了，灯掉了一个。好笑吗，大叔？好笑，请你鼓掌好不好？不是您，那，你看这大叔，你等会儿。你笑也不鼓掌，灯掉一个。这题早过去了，你还笑呢？我多得笑了我。你还想呢？废话，你灯是个名词啊，我还有拟声词呢，还灯掉了一个呢。什么名词、拟声词我都不懂，知道吗？别跟我说这个。不是，你有没有正经？咱不是考智商，你证明啊，这得。考你个文学题。还文学题啊，上过大学吗？没有啊。小学题好不好？那你问我大学干嘛？因为大学我也没有上过呀。找平衡来了。但是咱不骄傲啊，对不对？你还不害怕？你也说的是好啊。嗯，说的真好。文字啊，文字题，两个月念什么？哪个月字？月亮的月。哦，两个月加起来。对，这念朋友的朋。可以啊，我知道朋友朋就可以了。我的天哪，答对了。你吃药了吧最近？吃药跟答对有关系吗？这玩意儿好朋，我看这套啊。两个吉念什么？吉，吉祥的吉。对，念折，陶折的折。你们是不是今儿没吃药啊？两个木念什么？两个木吧，念林。我再答上一段都不好意思了，我告诉你。两个又念什么？念双。两个鬼念什么？炸。鬼念炸。北京广娃叫鬼。什么叫炸呀？俩鬼的念字儿吗？俩鬼，这是跟您开玩笑啊！甭开这玩笑，难度升级了，三个字了啊！三个字的，三个日念什么？念经。三个水念什么？念秒。三个牛念什么？念奔儿。三个鬼念什么？一个饭炸。你牛什么？我开心。鬼不念字儿啊？谁说的？仨鬼念什么？救命啊！
难度又升级了啊！怎么升级？听着啊，啊，四个了，四个字的，四个月念什么？你还真问不住我啊！四个月啊，嗯，念朗。不信查啊！不信你们拿手机查啊！不不，他们哇，是他们也不知道。四个又念什么？念竹。四个圈念什么？奥迪。哪有圈啊？奥迪都出来了，没能耐了、啊。哪有四个圈的字啊？五个圈念什么？奥运。不对，叫什么呀？啊。行了行了，这是个打灯谜的节目啊，这全是病人，我告诉你，这什么出了五环了呀？我给你猜一好的啊，悬疑、惊悚、推理、几何、数学题。2006年8月3号，记住了吗？记住了，2006年8月3号。你记他干什么？这不你让我记的吗？这句没有用。我后边有用是吧？2015年3月8号，是没有用。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发生在清华大学啊，清华北大，记住了啊，挨着都有用啊，啊都有、哦，当然了，哦，清华大学我都忘了、嗯，校中央有这么一条小路，迎面怎么了？走过来四个老师，分别是教语文、数学、自然、思想品德，这都是大学老师吗？我怎么觉得你连高中都没上过呢？啊，这四门课程不对呀、啊？不对吗？不对，哪有思想品德这玩意儿？这他妈的！我的天哪！没有。英语，啊，英语有。懵的呀！真有啊？英语有，英语有。我的天哪，太神奇了！愣懵。走过来一个老师。对，一个。四个，我哪知道都有什么课程啊？四个，说自己想。我说不上来了。那不行，我前，这是我演出以来最尴尬的一天。不能换，我没有上过大学，我确实。你甭那一套，就这一套啊。英语，我前面我都记着呢。体育，嗯。历史，对，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历史，哎，历史历史，什么？什么？高数。什么？相声，对，相声，你给我出去啊！四个老师啊，分别姓什么呀？欧阳，欧阳，尉迟，尉迟，西门丁。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西门丁不地名吗？姓西门还有丁。哦，最后一个老师叫丁。对，有两个老师怎么样？在扒垃圾桶。还有一个老师怎么呢？在拧电灯泡。这是体育老师啊，还有一个老师啊，放风儿，嗯，准是那姓丁的是吧？他得盯着，嗯、忙活了35分钟。哦，35分钟走了，走了。迎面，嚯、哦，你怎么了？走过来一个老教授，还老教授？这个老教授75岁，叫尼古拉斯·富贵。老教授上身穿西装，啊、西装下身西裤，脚上人字拖。这都什么打扮的都？这个老教授打前面看两根头发，打后边看三根头发。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的天哪，太神奇了这个题呀、啊！我推理一下啊，啊，您这个题可能打这个老头出来之前都没用吧？嗯，你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你直接问老头几根头不就完了吗？几根？前面两根，后面三根，五根？不对，五根，五根，一根都没有。不能！我告诉你了，什么呀？打前面看两根，打后面看三根。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都告诉你了，每一个字都有用。究竟？老教授75了，哎，就五根头发啊。你们还给人薅了，你管着吗？你们缺德不缺德？你们你管着吗？这都什么破题？前面这么大一堆没有用，我搁着，你胡编让我记前面那么多干嘛呀？好，考你一个好的。我告诉你，这我脑子就不次了，知道吗？正月十五啊，灯谜啊，悬疑惊悚恐怖题啊，就是探案那种是吧？当然了。嗯，你来好的吗？听着啊，我是郭德纲啊。上礼拜二，上礼拜二啊、哦，去。
酒店见一个人。时间呢？凌晨一点半。男的女的？无所谓。不不不，太有所谓了。我不敢说呀。说。没事儿，没事儿。那大爷，你鼓个掌，我就说，大爷。我以为你手有问题呢，一直这样。女的，上礼拜真有事儿啊，凌晨一点半啊，上酒店。我师父去酒店，去见一个女人。这个女的住20层，我师父到了18层，就下去了，走了2层楼梯，下电梯爬2层。为什么？这还不简单？我告诉你，这明星怕拍着。什么？你猜对了。怎么可能呢？你别闹。因为20层啊，那个剑啊太高了。那个剑太高。哎，咱说实话，我说相声已经好久了、嗯，我第一次让观众猜出来了。不是，猜着我不在乎，但是解气。嗯，太高了啊。他在，就能摁到18。在，没事，你换一。说于谦，上礼拜三，上礼拜三也去那个酒店了。什么时间？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人换了吗？无所谓。哎呀，多有意思！我听着无所谓。他也去20层？不是，他去18层。哦，这女的换房了啊。可是于老师啊，坐到了19层，又往下爬了1层，为什么？喝多了，天天喝。不对，不识数。不对，怎么呢？告诉你，记住了啊。为什么？因为18层啊，那个剑被我师父摁坏了。这去你的！谢谢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我叫郭麒麟。对，郭德纲先生是我的父亲。啊、没错。于谦先生呢、啊，是我的生父师父。哎，别胡说啊！太激动了。对对，自己人知道就完了。啊、今天我们爷俩。给大伙儿演这么一段，我问你们、啊，怎么改你了？不是说小岳吗？您还不知道呢，我清秀不少啊！啊，岳云鹏出事儿了，上一期我听说他在这儿拿了一个第一名，就因为这事儿，啊，膨胀了，目中无人，欺侮师长，哎呦，所以说公司高层开会决定什么呀？开除，什么？开了，哎，不是你们讲理不讲理啊？嗯。岳云鹏，对呀、啊，德云社现在最优秀、最火的演员啊！你们说开除就开除，开了。哎，那个没有波及到我吧？这点您放心，把心放在盆骨里头。啊、我怎么撞的车？这是跟您没关系。我还告诉您，以后咱们爷俩合作了，我接替岳云鹏作为咱们欢乐喜剧人德云社的竞演演员，而且来说以后。我不单单是郭麒麟了，那你是？我还多了一个称号。什么称号啊？我就是德云一哥。由喜剧人欢笑合作伙伴老村长酒欢笑呈现，老村长酒大众美酒点的。哎，来了。有一哥了，你干嘛来了？走回去，跟谁说话呢？你敢推我是不是？跟谁说话呢？你停停，别动手，别动手，这都什么脾气？这都别废话，我才是德云一哥呢。上礼拜我拿的第一，我红啊我。怎么是有点膨胀了吧？对不对？就哪儿就德云一哥了？你有点亢奋了。
您等着，就这模样，这德云一哥呀、啊？这这么着，这么着，公平起见，咱们这是争德云一哥怎么样？你们俩？哎，我做裁判，我出题目，你们争这个？还用争吗？谁怕他呀？我想想，嗯，你放心啊。怎么？我向着你，嗯。你放心，没问题啊，就这样。现在讲着这个，那小孩你给我坐好。你说人孩子干什么？拦不住我了，我膨胀了，是吗？我看你快自爆了，知道吗？那个是你妈妈吗？那比她还小呢，我看着。你妈妈长得还行。哎，咱先说这一哥，赶紧比。哎，现在讲究全民看脸，什么意思啊？拼颜值，拼颜值。哎，靠颜值来争一哥。对了，论颜值，各位怎么样啊？认为我颜值高的，鼓掌。认为他颜值高的，点头。你看，从效果上都不行吗？废话，废话，点头哪有掌声啊？就那个小孩配合你，嗯，没那小孩你死这儿了，知道吗？你呢？哎，怎么他是雌雄同体是怎么着？他这玩意儿，你怎么才知道你？不是，你这出的什么题呀？这是谁是第一个？他出这主意，拼第二个，第一个算他赢了。对，拼第二，拼第二。就是，我比他强的多了。哎哎哎，颜值算你赢了，当然赢了，算你赢。咱们拼第二项，什么？第二项咱们拼学历，拼学历！我的天哪，他跟我拼学历，不行。郭麒麟初中没有上完，初三没上完，我师父就让他辍学了。我师父给个理由说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天哪，这什么理由？初中毕业证没有吧？初中没有上完，对不对？还跟我比学历了，还？这真的假的？真的呀。你不早告诉我，我哪知道你尊我这不是你，对，你什么学历？我什么学历？他赢了。怎么了？就这么霸气？就这么有尿性？哎，告诉他，他赢了，这还有意外收获。你看见没有？我没有文化，怎么了？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吧？你膨胀，很多人都没有文化，那位有文化吗？别瞎扯，初中也没有上完，他发的微博自己都看不懂，这都什么人呢？不是，哎，没关系，行了，说相声跟文化有关系吗？不是，有关系啊，这项你输了，知道吗？1-1，战平了，行啊，我想再出一标准啊，你得来点那帮着我的那个，向着你的，对，向着我的。第三项咱们比出身。你先来，我的出身，你的出身，完美。你的出身，我的出身，观众就是我的父母。就都是我的父母，包括那小孩。爸爸，您坐下吧，坐好了啊！不是，这，我也会这句，我忘说了。你看，不是这，怎么这么阴险呢？我告诉你，这我来跟我比，心肠这么坏，这是比。您过来，不是你行，不是过来，没有你这么玩的，对不对？跟谁玩呢？这是比赛吗？这我叱咤江湖，我多少年了？你跟我玩？你啊，来，我听听，你怎么着？跟我比，你有什么？德云一哥，首先你得给德云社做过贡献吧？你做过什么贡献？我做过什么贡献？两道真秀都有我，煎饼侠十七亿，分你了吗？你说这干嘛呀？反正他有我，我为公司赚钱，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我爸爸是郭德纲。你这么信我大嘴巴，我抽死我！你抽死自己吧！我抽死你！不，抽死谁？你别，不是，这人说话就没劲。你看你刚才岳云鹏往这一站，说什么呀？啊，说的是过去。过去？对，多新真人秀啊，拍电影，对，上春晚，那不都是过去的事儿吗？明年还拍呢。明年都未准，有你。咱们看看现在，作为演员最重要的是什么？能力。来比啊！哎，我别的我不说，岳云鹏，我就问你，你最擅长的是什么？我最擅长的，吃。不是那个，你还强得过我？
我输了，我输了，我输了。我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您是祖宗，好不好？甭来这套。我喜欢唱。你喜欢？我唱得好。我是不是起高了？你再看一个，是不是？这歌也过去时了。情人节了，我给大伙唱一个。可以，这样啊，岳云鹏，稍等，稍等，别着急。你不是要给大伙唱首歌吗？嗯。咱就以此为题，你唱一个，我唱一个，好啊。咱俩比一比，比一比。你先来，看谁观众给的掌声多，行吗？来吧，来来。你行吗？多新鲜！我行，我一直就没唱，我要唱还能有他。你真行啊！当然了，行，我师傅唱得好。这孩子，你给我好好坐着啊。好吗，爸爸？那是我父母，衣食父母。不许唱五环啊！不唱五环，唱什么五环？最浪漫的是情人节了啊！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咱要是拍不上，咱就别拍了。你别挑这毛病了，你。尤其是头一排大姐，这都什么人呢？这拍不上就不要拍了啊！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让他唱完，丢人是丢他的。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他说最爱我的唇。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第一次犯的罪，不该嗅到他的美，脱掉一切陪你。怎么样？不怎么样。您这歌不怎么样啊？你是怎么精神分裂呀？你是怎么着？你这个就这个，就这个，俩歌倒着唱，你这个跟我争德云一哥门都没有。你这比不得是二哥，你这个、神经病！你行不行？我太行了，这不是情人节吗？啊，情人节好。现在咱就这么说啊，姑娘们的梦中情人是谁？是谁呀、啊？当然是我呀，当然是我了。你那，你那你就作吧，啊、嗯！不是，谁呀、啊？我怎么没明白？甭听他捣乱啊！现在来说，包括我都喜欢这么一位歌手。你的情人谁？周杰伦。周杰伦的歌？不是，周杰伦什么歌啊？唱的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啊，叫《爱在西元前》。周杰伦啊。跟他比了半步了很多了比八年是在黑色的深入也是一生在几百多年你只是一直在不见谁的从前在你这边就你我的后面他是你的我的你也是压抑挺长时间了可能是不是您这周杰伦唱的比你好多了谢谢大家，给自己唱哭了，感情知道吗？好，投入感情，这不算什么，唱歌那是学真正有能耐的啊。什么贯口你行吗？贯口那我更擅长了，基本功你行吗？你行不行？我给你来一个，你来什么？我听听。报菜名，还报菜名？我敢报菜名，你敢吗？菜名不让你报，敢让我报？我还敢报宋丹丹呢，你说这玩意儿用啊你？宋丹丹是你爸的，知道吗？你别闹。别闹！报菜名，不论到什么时间，多大岁数，张嘴就来。你来啊，听着啊，打头来。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死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哎，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鱼，水煮肉，一盆米饭，我够了。怎么样？怎么样？哎，这嘴里这个溜嗖啊，
哎，你不能胡背啊！谁胡背了？这里面哪有米饭？对，水煮鱼、水煮肉也没有啊！不，这这你背错了，知道吗？谁背错？基本功都不行，压根儿没下过功夫。哎，你行吗？我打六岁开始背报菜名。嚯！我背后边最精彩、最快的哪儿？红丸子、白丸子。哦，入这丸子这块打这儿开始背，还得快，还得说得清楚，大伙儿听着就跟看的菜一样。漂亮，来来这个，我请您吃。嗯，红丸子。好，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鱼丸子、三叶丸子、四喜丸子、黑丸子、油丸子、磕着丸子、冻丸子、蒜丸子，一个肉一刀肉丸子。带感情的做菜，背个贯口都把自己背哭了，人家投入感情了。什么投入感情？还有什么能耐压箱底儿的有没有？背周杰伦这就不行的，有没有？真正演员压箱底儿的什么呀？说相声的啊，有逗哏有捧哏。对，两个我行啊，我压箱底儿的。你什么？我捧哏的。你别闹，你有箱子吗？我看得起你，啊、让你捧哏。什么意思？我最好的就是捧哏。Number one， 来，不是，来，我就说，投资这份事我不是人性这样。来来来，您过来，人性太。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岳哥，你回光返照是怎么着？你。会捧哏，对，好，今儿我让你捧一回，好，我逗你捧，行不行？好，我看看你会不会，看谁有能耐。你来，你过来，来三分逗，七分捧，让大伙儿看，都在我这儿。你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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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那个说清，你玩去啊，说清楚来，那个，我是不是是是是，那都是后话了 啊, 啊。今儿我跟你说一段啊，今天呢，我们俩人大，相声，我叫，你有病啊？是怎么着的？我吃药了，不是？哎，您等会儿吧，你别扶着桌子了，这都我们家东西，你知道吗？我就服了，我也服。我告诉你，岳云鹏，哎，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刚才我一上来，你跟这儿各种拆我台，是不是？对了，你想干嘛呀？你想干嘛呀？我疯了，容不下我了。上礼拜我第一呀，不是不是，我膨胀了。你知道我是谁？我是星二代，你知道吗？星二代有自己说了吗？上大劲儿，大哥，我星二代。岳云鹏节奏真好，要脸不要脸？没挨过星二代打是怎么着的？哎，对了对了，别动手！哎，今儿我抽你，信不信？你别拦着啊！别怎么的？不是你们家干嘛？这么些观众500人呢，知道丢不丢人呢？不丢人，习惯就好了。干嘛呢？俩人这都是年轻演员，都能独当一面。独挡一面，我能独挡三面，因为你脸大。他有病，你让着他。这俩人干嘛呢？就争着德云一哥，你争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你当一哥，你也当一哥，你们俩说话算吗？上面不是还有一个呢？你们俩缺心眼啊？青年才俊知道吗？俩人拧成一股绳，把上面那个。你应该以后就说话就，啊啊，说的有道理。你这来来来，年轻，我告诉你，兄弟，我跟你说啊，怎么了哥？孙越说的太有道理了，我觉得太对了，没错没错。咱俩再怎么争，一哥二哥那都没有用。对，上面你有爸爸，嗯，上面我有师傅，啊，他不完蛋，咱俩永远站不起来。虽然说我不应该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对不对？对对对，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没错，身体还挺棒，我的天哪！我也难过。想明白了，想个办法，咱给他弄下去。以后，你主持，我参赛，链家的广告咱俩做，东鹏特饮咱俩喝，一起喝。驴妈妈就是我妈妈，老村长就是我爸爸。好。哎，这广告植入的啊！这广告植入。广告商们，他加钱啊！那哥，咱们合作，走，合作合作。我就想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爱？有。哎呀！喂，是于谦吗？谦哥，哎，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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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老郭他们家已经乱了啊！啊，对，咱们成功了啊！咱们这仇就算报了，但是咱们得说清楚了啊！这个你要有一天当了班主，我是一哥。
谢谢各位的热情掌声，谢谢大家。我这个人呢，大伙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一个演员。今天咱就演一个关于唱的一个作品。好啊。我今年岁数，稍等稍等，节目是有顺序的，好吗？谢谢。别着急。谢谢。别看我岁数不大，我刚十七八，但是呢，我研究这个歌曲十九了。我研究。说实话，二十多岁，我研究这个歌曲已经。你们都买票了吗？都？哦，他们不用买票。啊，对。不是多大岁数？说实话，三十多岁，我不到五十，就还不行啊！你往一百上说，我今年一百岁了。哎呀，这都什么观众？这都是、啊、这都什么口味？反正岁数不大。哎，确实。哎，我比较喜欢这个歌曲，爱唱歌，打小就喜欢研究。今天这样啊，嗯，我唱一首歌曲，怎么样？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哎呦，你要不说这拼音，我还挺明白的。让你猜，猜什么？谁唱的什么歌曲？没有什么问题。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哎，行，您这第一什么歌？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头一句就是，真棒啊！那是那是，猜上来了，真棒！什么叫猜？听过？听这个，您来换一首啊。嗯，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走远了，是怎么了？什么歌？这个，当你老了。当你姥姥，我多的说这句。当你姥爷，不是你们，当你祖宗，我这行了，骂什么街？当你姥姥，谁骂街了？不是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哎，对，他很聪明，那是，也怨我，怎么了？头一句就把歌名给唱出来了，哎，这都这样。我给你换一首啊，头一句就歌名，没听过的，蒙不了我、哎。听这个，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我知道，是否我对你承诺的太多？不是，还是我原本给你就不够。猜不上来，根本就猜不上来。不是第一句吗？这是过火。啊，这是演唱者张信哲。哎，对，这我知道。还可以啊，还可以啊。哎，这样吧，嗯，我给大伙唱一个好听的歌曲。什么好听啊？这个芹菜。谁？不是。蔡琴的一首歌曲啊，您说清楚了啊。蔡琴的一首歌曲，好好好，被遗忘的时光。哎呦，唱给大家，在我唱的时候，大伙儿最好闭上眼听。为什么闭上眼呢？哎呀，好听啊！蔡琴又活了，那么一种，压根儿也没死，干嘛还又活了呀？没死吗？没有，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又胡说了，我以为死了呢。哎呀，这有点女中音那感觉哈。对，哎呦嚯，闭眼。闭眼啊，闭眼，闭眼。是谁？有点意思啊。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你来不了这个。怎么了？这是蔡琴吗？不是吗？这不兔子精吗？想起兔子精，你开心了是不是？我开什么金呢？想起嫦娥了，对不对？管着，你是不是后悔了？你们当初调戏他，那是爱情，知道吗？好好的蔡琴，是谁在耳边说？哎呦，还不是这歌？爱我，行了，不是这歌。不变，只为。西湖的水，我的泪，我情愿。哇！我发现一个情况啊，很多人不会唱，只会啊。
你还说人家呢？啊，您唱就不是这歌知道吗？我是不是又唱错了？还多新鲜呢！我的天哪，一嘴的妖精，你看了吗？再给我个机会啊！最后一次机会啊！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怎么什么都跟着唱？你们家里没有 KTV 是吗？我是不是又唱错了？多新鲜呐！不是那个蔡琴，是谁在敲打我窗？哦，这歌啊！哎，对对对，我不会。我倒就知道是谁呀、啊！哇，好尴尬呀！哎，那样也是自找的。这些年啊，净研究歌曲了。要看出来了，我发现孙燕姿的一首歌特别恶心。孙燕姿的歌，没中间。有个宫殿，裤衩遮住脸。哎呀，裤衩遮住脸！哎呦，行了，我都不知道灵感来自哪里。对对对对对对，人那是红纱，红纱不好听。好听，我试过呀。你来啊！没中间，有个宫殿，红纱遮住脸，不好听。这么怯呀？没中间，有个宫殿，裤衩遮住脸。哎呀。显得那么可爱，那么俏皮，那么骚气。嗯，就你这脸还勒得慌呢。清明节这歌听过吗？清明节还有歌呢？有歌，扫墓的时候唱的。扫墓还有歌呢。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人家是归来吧，是不是？哎，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什么小秘密？在娱乐圈有一个孙老师的好朋友。您说谁？萧亚轩。哎呀，我都快忘了，有一首歌是写给孙老师的。哦，给我的歌吗？特别好听。我怎么不知道啊？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这词写的多棒！我为他点赞。您别胡唱啊！怎么了？人那是主打歌，主打歌不好听。好听。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其实唱了那么多歌曲啊，都不是我自己的歌曲。你还有歌呢？有歌。什么歌啊？喜欢这个。其实我跟您各位说，这个歌我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了。都臭了街了，我跟导演商量，我说《五环之歌》我能不能不唱？导演说不行。导演也是疯了，我告诉你，唱吧，师傅。五环之歌，这是我的成名曲、哎、啊。音乐。哎呦，还有音乐呢？没有就算了。对，你说这干嘛？万一有呢？没有就别要，知道吗？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大爷都害怕，嗨起来，大爷！哎呦，你有一天你会你不还。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观众们还是爱听。哎，这是《五环之歌》。是。其实啊，我最喜欢听的、最喜欢唱的，还都是关于亲情的歌曲。比如说唱爷爷的歌，你听过吗？我怎么不知道？不知道，我给你唱一个、啊。没听过、啊。关于爷爷的歌曲。爷爷好歌呢。爷爷想起妈妈的花闪闪的泪光露冰花。歇会儿吧。疯了都！您别胡唱了啊！您那头一句唱的什么？爷爷想起妈妈的话。你觉得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合理吗？爷爷应该想起奶奶的话呀。爷爷想起奶奶的话，哎，也行。什么行啊？人那是夜夜，夜夜就是晚上夜里。还有首唱爷爷的歌曲是吗？注意听啊，我听听。哇哦哇哦，爷爷，爱你在心口难开。行，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这是一个 KTV 啊，这是。对，挺好，一节目改了。您别胡来了。还有一首唱爷爷的歌曲。那不，那个，那就不是爷爷。潘长江。
潘长江啊，有一首唱爷爷的歌曲，潘长江，但是很讨厌他骂他爷爷。不，改天见了面我得踢他。踢得着吗你？就拿潘长江唱爷爷的歌曲。爷爷今年他78呀，他奶奶的头发都变白了。各位，78头发变白很正常，他奶奶的，哎、你骂什么街、啊哎哎哎？没有他。没有他吗？没有他，没有他也像吗？亲，不能。你听着，爷爷今年他78呀，奶奶的头发都变白了。不在于词儿，在于情绪啊。这是爷爷的歌曲，还有唱父母的歌曲。唱父母的多。今天这样啊，我给大家好好唱一首歌曲，完整的唱一首歌曲，有请我的贤师。怎么还有贤师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第一次演唱，希望各位能够抱以鼓励的心态来看这个，谢谢。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我现在北京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爸爸每天都上班吗？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吧。以前儿子不太听话，现在懂事的长大了。哎呀，情绪这情绪转得很好。嗯，真的。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好了，写到这儿吧。辞职经理，辞职那个经理，辞职经理，辞职那个经理，辞职经理，辞职那个经理。谢谢大家，我也爱你们，谢谢。哎，作为一名相声演员，什么都得研究。那是。最应该研究的就是规矩。规律和规矩。当然了。我问你，你研究笑了吗？这笑容。笑容。哎。研究笑容了吗？笑。笑容。我们说的是笑，不是贱，你知道吗？笑跟贱是有区别的。有什么区别？这是笑。贱呢？您呀、啊，您这就是见笑，我告诉你，让你见笑了。哎，让你见笑。刚才我们开玩笑，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没错。比如说我们相声啊，最简单，我们相声有很多规矩。哎，相声什么规矩？3年学艺，对，2年效力，这是相声师徒。哎，跟我师傅学3年，那是我师傅不能收钱。
对对，吃师傅住师傅的。我师傅没有收过钱啊。那是那是。各位没有收过钱。你呀、啊，这不打算好了？两年效力。对。这两年挣的钱全都交给师傅。出师效力，交师傅。全都交给师傅。你师傅不是不收钱吗？两年效力，还有三节两寿。是是是，三节两寿怎么讲？三节，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哦。两寿，师傅过生日，师娘过生日。是。而且得去家里看师傅师娘去，不能空着手去。是啊，得多拿东西。哎呦，这东西低于2000块钱就进不去。哎呦，低于2000块钱他就放狗。哦、我的天，藏獒咬的我呀！哎呀，你等会儿在在啊、哦，注意点。我的天，我注意点，我说的太多了啊，有点多了。就这么说吧，我说啊，徒弟给师傅拜生日去，告诉说不认识师傅家。都不行，好徒弟都不行。我认识我师傅家。你认识师傅家？我都当然认识了。对对对，你要不认识怎么让狗咬的呢？吓死我！都是有规矩的。是是是，电视剧里头更多的规矩。电视剧里有什么规矩？男主角跟女主角说：“等着我啊，回来就结婚。”是，这个男主角肯定死，就回不来了。要么回不来，要么死。哦，哎，还有呢，电视剧里头啊，咳嗽，咳嗽，拿手绢只要一捂嘴，你看都知道，都知道了哈。一捂嘴就血。哇，你们家有电视哎？你们家没电视的，就有血。哦，就一咳嗽就有血。对呀、啊，做一个表演。你的身体怎么像真的呀？哎呀哎，你看，有血。啊，这没有，我不能真咳出血来，我死这儿了一会儿。眼巴巴还看着呢啊。表演不真实啊。哎，不是，咱就说非得咳出血吗？这是规矩啊。不是，你不能打破他的规矩、哎、你咳点别的，说到家里啊，你换回非得咳血的什么意思？换一种。对对，你咳个别的我听听，有什么？这是 QQ。 谁问你了？QQ 像话？再把我假牙咳出来。这不好看。这个表演一下就完了。是是是。你比如说电视剧里头重病人醒过来知道说什么吗？不知道。我给您做一个表演。你爱表演这个？哎，就比如说我是重病号啊。啊，是吧，能瞧出来。昏迷了好几天了。哎呦，重病号醒过来那么开心吗？就是大姐。哎呀，要什么呀？这是水。哦，还真是，还真是这样。我跟你说，一般醒过来要水。对，要水。哎、咱正格的要点别的呢。再来回。来别，来别的。啊、不是，要什么呀？这是自拍。哎呀。还自拍呢？谁想自拍去了？对不对？再比如说啊，电视剧里头，如果你被刀砍了，对不 对, 对？你被刀砍，你马上就要死了。我的天哪！凭什么我被刀砍了呀？你捧哏的呀？谁告诉你的？你挣的就是死的钱呢。你甭跟人道你，我告诉你，树大招风啊，越大的腕儿才越让人砍的。砍我！这你怎么冲上来了？我万大，哎，见荣誉就上、嗯、砍我。如果说我被人砍了、是我跑过来，你只要问我凶手是谁啊，我立马死。一问凶手谁就死？电视剧都这样啊？都这样吗？当然了，我这还真没观察过。咱做一个表演。还表演？比如我被刀砍了。你被刀砍了？我跑过来。行行行，等着我啊。啊，干嘛去？等会儿。哦，这伤后边让人砍去了，这是啊。哦，这挺好啊。哎，这怎么做到的？啊，那个，这位演员，我就说一句啊，就砍成这样死后边的可以了。你还能走到台前来，就砍成这样了，这刀也太难，都劈在脸上了，知道吗？这不行啊，这太难，这没有故事说话了。好家伙，你换一个刀太大了。好家伙，这看见这能走出来，这生命力太顽强了，我看。
哎呀，这也死透了，知道吗？你非扎着就死了，知道吗？那没故事出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别换扎这儿的没故事出来了。哎，你扎心脏也不，扎心脏也不死了，知道吗？扎这儿吧，扎肋巴叉的，往下点，这，嗯，扎这儿啊，扎这儿。你跑着，我问你啊，跑过来，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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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凶手是谁？哎，起来吧，起来吧！啊，一问这句就死了。对了，哦，哎，就必须死。哎、不是，那这么着，哎，我一问你把凶手说出来怎么样？不行，不是你说出来，咱拍续集啊，改变剧情了。哦，不改变不了，我们跟凶手搏斗去，完了有武打戏，不也挺好吗？再来一次，给你报仇。好，再来，再来，再来，你非得死这儿是怎么着啊？不，我问不出来了，就哎，这扎这儿，扎这儿，扎这儿，哎，扎这儿，哎，哎，非得跑过来自己。哎，对对，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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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手是谁？凶手，郭德纲。谁？郭德纲，重要的凶手，说三遍。你。你怎么招他？该，嗯，你招他干嘛？你什么叫该啊？废话，你没他瞪你了吗？这都是规矩啊、哦，这是规矩。哎，那还有什么规矩？比如说电视剧里头啊，你的脑袋甭管撞到哪儿，立马就失忆。脑袋一撞就失忆？对呀、啊。我还真没观察过。咱做一个表演。哦，撞着失忆了。比如说啊，啊，来，怎么了？敲一下就失忆了。敲一下失。你是谁啊？我是你爸爸。年轻的时候，我跟你妈我们俩相爱了，后来他就跟那个男人离婚了，然后我们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小时候你有病，然后给你吃错药了，你就长成这样了。你等会儿，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想不起来？我想起来了。你失忆了？不是，那我怎么能想起来？再撞一下才能想起来。我就再撞一下想起来。电视剧的规矩吗？哦，行。再来啊！来，你是谁啊？我是你爸。不，这个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怎么没法演啊？废话，我吃的亏呢，我。还有，嗯，电视剧里头。男女主角吵完架以后啊，在人群中，在大街上，很多人，这两个人怎么都见不到面。这爱情片？对啊，咱俩做一个表演。怎么表演啊？咱俩吵完架啊，大街上要见面，就是见不到。找对方。对，男女恋爱的谁来呢？我来男的。谁啊？因为我有阳刚之气。我来女的吧。众望所归。嗯，因为我有阴柔之美。哎呦，你到底有什么呀？你我都有。哎，行行行，都有，好不好？那就我来，这男的。你来男的，我来女的。咱俩吵架了，我捯饬一下。化化妆。对。哦，就化妆成这女的，我们俩吵架，完了我还得出去找她去。您这是什么呀？这是头巾啊，我得像个女的呀。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从侧面看跟一蚕豆似的。要不算了吧？为什么？我不找你了。我多美呀、啊！我又白。你这行了行了，哎呀可以。你这玩意儿领回家膈应了。那也得找，知道吗、啊？咱俩相爱多年了。还多年？我马上就要给你生孩子了。来，咱得来点那个爱情的这个。对呀、啊。背景音乐。哎。哎，谢谢谢谢啊，谢谢。预备。开始，大河向南流，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干什么好汉？请劫色好吗？哎，别，不要劫财。没听说。劫色吧。你这都打着。什么音乐？什么音乐？这是？不爱情吗？嘿，怎么改梁山了呢吗？
爱情啊，玫瑰的这音乐放。开始。这一派春风得意之余，桃花也好香。停！你们有爱情吗？你们这一拜这是爱情吗？你敢结拜了？爱情歌曲，搞恋爱，你知道吗？开始。停！别！这是。开始。哎，你在哪儿呢？亲爱的，你在哪儿呢？亲爱的，你在哪里？哪儿呢？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亲爱的。我走到这儿你应该看不见我。你废话，你长成这样我能看不见吗？他一个人顶四个人的分量，我能看不见你吗？我告诉你，甭说我大象同志过你也得看不见，这是规矩，这是规矩，俩人都看不见就得看不见。对了，再来。你在哪里？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亲爱的，你在哪儿呢？你在哪里？你过来，来，你过来，来，你怎么看见我了？你跟肉虫子似的跟那扭半天了，我能看不见吗？我得看不见，知道吗？不是，就是规矩，俩人谁都看不见谁。看不见，行行，来。亲爱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亲爱的，谢谢，我爱你们，谢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紧张，是十分的激动。对啊，紧张是因为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一切都很陌生。激动是因为我回来说相声了。对了，这是我的专业。哎，第一季的时候不断的有人跟我说小月你为什么不来。对，今天我要在这儿正式的声明一下。啊，你说说为什么不来。因为啊，没人找我。哎，合着就没人搭理。后来有人说没人找你，你可以自己去报名啊。哎，自己报名。后来我打听到报名需要报名费，交钱。后来从广播上听说冠军是沈腾。对了，哎，等你等会儿，从广播上听说，你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您这一年混的也不怎么样啊。冠军是沈腾。对，我跟沈腾多年的好友，老朋友，我得给他打个电话祝贺一下。哎，祝福人家一下。我就托人呢问到了沈腾的电话。对，托。喂。哎，嘿，喂。行了，多年的老朋友还托人问电话。对呀，这都什么朋友？这都凌晨三点半，这大夜里打电话，我也怕打扰人家。你就讨厌了。喂。喂。喂，谁呀？玛丽啊。哦，玛丽。玛丽，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看凌晨三点。你等会儿，我的天！凌晨三点半，你给沈腾打电话？啊，玛丽接的。我也纳闷了，我说姐，你怎么，你俩怎么在一起了？不是，在一起呢，练呢。哦，的练。哦，练什么？排练。哦，排练。吓我一跳。我说沈腾呢？沈腾呢？洗澡呢？哦，对。哎，这练什么呢？这个。
后来打听洗澡呢，澡儿。哦，买人家冬枣儿。冬枣儿，吓我一跳你。我说让沈腾接电话。嗯，沈腾把电话接过来，我说哥，喂，我小月。嗨，我不借钱啊。对，借惯了。啊，听说您得了冠军，我祝贺一下啊，恭喜恭喜。嗯。啊，让我还钱呐。还钱。喂。喂。哎。信号不好，喂。你就给挂了。哎，这都什么朋友？得祝贺人家呀。是是是。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什么原因呢？我有病。啊，你是有病啊。你看出我脸小了吗？你做什么嘴呀、啊、你这样显脸小。哎呦，你要这样就别说相声了。这是好多天以前啊，然后我突然间有一天照镜子，我发现这脸越来越大。脸大？尤其是这边。怎么了？我一摸里边有一个特别硬的东西。哟，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去看病。废话，谁都是。找到了一家医院。嗯，我一进去，我说大夫你好。大夫说，那个你的号呢？啊，对，得挂号。我说大夫啊，我是明星。这叫什么话呀？不用挂号吧？没有这特权。刷脸行不行？挂脸。刷什么脸？你什么明星？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啊？没认出来。哎，大夫，你不认识我很正常，味儿小，对不对？我师傅。我说我师傅叫郭德纲。那味儿多大呀？郭德纲是谁啊？我喜欢那种那种好玩。过来，来，过来。把这大夫给我横的看着。张嘴，来张嘴。干嘛？说着话，这个大夫从兜里啊掏出一根雪糕棒来。来张嘴，哎。你等会儿。雪糕棒没缩了干净是怎么着啊？什么没缩了干净啊？干嘛这？把舌头摁住了，雪糕棒吗？压舌片，要不叫压舌板儿。嗯，这么舌头你。这么神奇吗？哎，对，好，雪糕棒压舌片，哎，就给我摁住了。我摁着舌头。我说大夫，您这压舌片挺甜的啊。哎，这嗨，就是雪糕棒。来张，哎，好啊，哦，阿斯德阿斯多，好，哎呀呦，哎呀，行了，再捅他嗓子眼儿啊。小伙子呀，我得跟你说两句啊，得亏你来得早啊。哟，不是，那我来得晚呢。晚一会儿我都下班了。哎呀，这都什么大夫，把我吓坏了。那还不吓坏，差点没尿了。哎，得吓尿了吗？大夫确实病了，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好不好？是啊，我半聋。哦，对，半。大夫一听这个他也纳闷啊，什么叫半聋？什么叫半聋啊？对呀、啊，我没听说过啊。啊，要么不聋要么全聋，什么叫半聋啊？对呀、啊，大夫，我只能听见一半。听见一半？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这什么病啊？喜来乐显灵了吗？哎呀，对，方人家病快。好，那这样你跟我学说话好不好、啊、学说话。哎，你今天吃了吗？嗯、啊、你今天哦，这就听见一半。吃了吗？没听见。哎呦，太有意思了，这病新鲜啊。我是个好大夫，我是个好大夫，没听见。嘿，真有意思啊。是88。哦，88。44。您这不脑子有病吗？这你给我滚啊！哎，对，越远越好，滚！走！大夫，您跟我开玩笑呢吗？是不是？我也跟您开个玩笑啊！你病就耽误玩笑上了。咱俩打个平手，怎么样？对，好，都忘了瞧病了。行，别废话、嗯，你这个病啊，有法治，有法治，得手术啊，又手术，得从眉毛以下截肢。对了啊。这不就开颅吗？这不，于是我就换了一家医院。对了，我说大夫你好，我是一个明星。你说这干嘛？哦，明星哦，有印象，你是那个？啊、瞧出来了，什么鹏？哎、啊，对，什么鹏？想想，苏有朋。大夫，是不是？哎呀，真帅！哎呦呦，这，多寒碜！不是，大鹏，哎，大鹏。大鹏他是有病，但是呢，我大鹏有病，我不是大鹏，我叫岳云鹏。哎，对，哦，对，岳云鹏，哎呀，哎，对，你师傅怎么样？你师傅不是病了吗？让他来，我给他治，我说我师傅已经没治了，哦、那个、哎，什么叫没治？不是已经不用治了？哦，放弃了。他就在那，你害怕不害怕？你紧张不紧张？本来我不知道他在这儿啊，各位。吓死我了，都快！
那个小月呀、啊，你这个病啊叫腮腺混合瘤。你看这个医学用语，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看出来了，腮腺混合瘤。腮腺，赶紧回家收拾收拾，准备手术吧。哦，收拾收拾手术啊？那得手术啊。好，我说大夫，我这个病是什么引起的呢？哎，对对，我给你讲一讲，这个病啊是长期靠一边嚼东西，而且长期喜欢吃瓜子嚼口香糖。哎呦，我也奉劝今天在座的各位，如果嚼口香糖没有味儿了，怎么办？就吐喽。对，多新鲜呐！回家收拾收拾，转过天来我就来手术来了。是是是，一进那个手术室，我的天哪！天哪！怎么了？我都害怕。手术室怎么害怕呀？手术台都破了。有这硬件设备不好。我问那个大夫，我说大夫，手术台怎么都破了呀？对呀、啊。嗨，没事，就上次动手术扎猛了。嚯！大夫撒狠来的。这话说出去，我心里更紧张了。肯定紧张啊！我说大夫，我害怕。对，我都快尿了。哎呦，我是第一次做手术。第一次。没事啊，没事、啊、我也第一次做手术。啊。俩都第一次，我成功你就成功了，我失败你就失败了。哎，好玩命。如果成功了，你为我点赞，怎么样？哎、行了行了，来来，那个给他麻醉，麻醉麻醉，给我半麻，哦，麻一半，对，麻上半身，麻下半身。对了，干嘛麻下半身啊？这怕你疼跑了啊？看见这个场景，我心里害怕。那谁都得害怕。我紧张了。于是我就又换了一家医院。好，又没做成。来到一个十分正经的一个大医院。好。进去以后，我说大夫，我是岳云鹏。我已经辗转反侧好几个医院了，来到您这儿，希望您能给我治治病。对。哎呀，小月呀、啊，你这叫腮腺混合瘤。人家一眼就看见。需要手术。对。手术，那你回家准备准备吧。都得准备准备。我说大夫，这个手术是怎么做呢？大夫说了，需要开刀。怎么开？这个从这儿到这儿这么长的一个伤疤，就脸上必须得留下来、哎，而且这个伤疤得跟你一辈子。你看，我跟大夫说，我说大夫，您说，我是一个演员，是，虽然我已经长成了这样，但是我还是想靠脸吃饭。哎，对，演员嘛。这句话说出去以后，大家伙哈哈一笑，其实在我的内心是特别悲伤的，有点心酸。哎，我是想靠脸吃饭。对，如果说坐在这边的观众无所谓，坐在这边的观众一看我脸上有一道很长的伤疤，是，他会联想，怎么会影响我这个相声的进度，会影响我在台上表演每一个人物的形象，观众会分神。各位，我为了这个手术，我跟大夫说能不能从嘴里面做，什么苦什么罪我都能受，但是请不要伤害我的脸啊！就外边不行。大夫说那样不好，里面创伤更大。哦呦，这样吧，我帮你想一个办法。是从耳朵后边开的刀。哎呀，各位可以看一眼耳朵后边，耳朵后边开的刀，把耳朵撕开，撑起来，把瘤取出来，鸡蛋大小的这么一个瘤。哎呦，再缝合上。我为了亲爱的朋友们能够露出甜美的笑容，哎，煽情有点过早，是不是？人都是完了才煽的。哦，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是对的。那是那是。这个手术需要40分钟。我这个手术整整做了4个小时。啊，脸太大了。此处应该有掌声，我觉得。谢谢。要说有病最可乐的谁呀、啊？得说孙越的父亲。对了，我爸爸。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的天！你前两天得了妇科病，你去。那是我爸爸吗？那干什么？干什么？你先等会儿，凭什么说我父亲得病啊？你说你爸爸得病啊？说我爸，我爸不乐意啊。不是我爸爸乐意是怎么着啊？你还不乐意了？还不乐意了？怎么不乐意？那咱取个桌，怎么取？说于谦。是我能说吗？我有权利说于谦是不是？可以。错不了。于谦前两天确实病了。哎呀呀！癌症最晚期，您等会儿吧，人都癌症晚期，怎么最晚期？就比癌症晚期还要晚期，就快不救了，就不行了。哎呦呀！哎呀，眼睛也失明了，腿也瘸了，反正什么都不行了。这人要不得了。来，他长期呀、啊，抽烟啊、嗯，喝酒，烫头。对，那咱一起来一回好不好？于谦有三大爱好：抽烟、喝酒、烫头。抽烟、喝酒、烫头。有一天就在床上实在是太难受了，想起我来了。想你干嘛？他知道我认识一个好大夫啊。哦，你认识好几个大夫。就给我发微信，眼瞎了盲发。还盲发干、好的嘞。亲爱的小月，我是你大爷。我比这么难听。我这儿快不行了，抽烟喝酒烫头导致的肝癌最晚期。哎呀，
我应该怎么办？是啊，然后一个表情。什么表情？偷笑。哎呀，好，这都是盲发的，都是。你能帮我找找那个大夫吗？我谢谢你的全家。哎呀，哎，我发语音多好啊。早干什么去了？是我赶紧把所有大夫那个电话都给他了。那是是，就住院了。住院了。没成想在病房还抽烟呢。这个抽烟改不了。猛嘬呀！是我给你学于谦抽烟啊。啊，于谦，啪点着了。哎呀，这烟都抽到麻筋儿上了，是怎么？这一根烟抽一口，不是正坐着呢，小护士进来了啊，看了一个满眼，瞧见了，说他几句，得说的。哎呀，于老师，于老师啊，小心肝，他肝硬化，说了一句小心肝，小心肝。再看于谦，怎么了？满脸猥琐的表情，怎么了？小宝贝儿，你别说了。